要不是因为萧燕燕，名义只能亲我摄政，这个萧燕燕，不过就是怀了个孩子，竟敢跟我皇祖母庶太后相提并论。她怕是不知道，站得越高，摔得越重啊。大王的意思是？ 凡是阻止我实现愿望的人，都要受惩罚。萧燕燕，你这是自讨苦吃啊！朕。 知道，你心情不好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真正的凶手已经找到了，这件事情也算是有个了结。我爹一世英雄，竟然死在这等宵小手里，还是为了国际夺产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情。我爹从未亏待过这二人，他们为何如此丧心病狂？我知道。 你爹爹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两个人，但是你要记住一点：这人一旦疯了，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你爹确实没有做错，但在他们眼里，你爹在这个位置上挡了他们的财路和官路，这是最大的错。我不管他们什么原因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，以祭奠爹爹在天之灵。 怎么？你要亲手杀了海之海里？主上已经答应燕燕，将海之海里交由我们姐妹三人处置。你说，怎么处置他们才能告慰爹爹的在天之灵？射鬼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射鬼箭。 射鬼箭在平日里是祭祀仪式，但处置罪大恶极之人也用此法。好，就用射鬼箭的方式替爹爹报仇，让他们万箭穿心，痛苦而死。在皇后踏上高台的时候，你叫住乌布里，别让他上去。 不行，这样的话会让人起疑心。哎，你就在他上第三个台阶的时候，你叫住他，别让他上去。但是大王，大王真是关心则乱呢。那台阶没有多高，以奴才看，什么都不说破最妙。如果连王妃都不知道的话，大王陛下，谁还会怀疑到你和王妃身上呢？ 我是害怕吴布里事后知道，怪我瞒着他，怪我将他置于险境。大王，王妃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你听我解释。你是不是要设计害燕燕？我不是要害他，只是想让他吃点苦头而已。他抢了我的摄政权，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你不是一直都说要帮我实现愿望吗？